分手。你在说什么？你不是要分手？你在说什么？你再说一次啊！那我走错地方了。他需要鞠躬吗？要这样吗？要这样啊？这样很好。这样的话就变擦口水。OK。好，电视。OK。好，电视。嗨。又被看奶奶，又被看奶奶。我们店现在缺一个小姐，我觉得你。哦。谁是看胸部的妈妈桑？哦。脚脚背一下。我放。要给他。好，还没开始。那卡美眉就比较。哎，这次真的卡到据点了。他来干嘛？砸房子，一般的砸房子，大家不会有那个画面，因为很多砸房子都只是可能一个机器，然后进来一挖就整个挖掉了。但我们今天可能会有户外家具，或者现在靠这种木头，让大家知道说，哦，原来这样砍下去，或者可能锯下去，会是这样的感觉。然后我们还有其他一个，我觉得非常漂亮的女来宾，很适合今天的主题，我觉得蛮适合今天的主题的。对啊，我们欢迎我们的女来宾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熊熊卓一彤。身为就是一个女艺人，你应该平常工作压力也蛮大的吧？算是，但是已经十年，已经习惯了。哦，习惯了。对，我觉得我的感情压力比较大，比工作压力还大。你就要带来发泄一下。可是已经过两年，会不会太晚找我？两年前他应该整栋拆掉。对啊，对啊，对，两年前你们两个都不用来，我自己直接拆。然后会先从就是最简单的开始，因为我们今天工具有电锯，然后铁锤、棒球棍、然后防爆手套，听起来都很危险。防爆手套干嘛？哦，这是手指骨。对，会痛。还是会痛吗？哎，感觉蛮有力的啊。所以你不会打男朋友？我不会。好，我先从哪里开始？我就先从这个门好了。好，我先撞好不好？好，我觉得一撞应该就可以。来喽！好，来喽！那我们接下来往里面延伸，这像这种墙壁啊，应该也是一踹啊，就有办法直接把它踹到，可能就直接这样子倒下。还是你用打好了。其实我觉得熊熊打这个应该也打得过去吧？怎么可能？你刚其实打得不轻哎，老实说。这样啊！好打！好打！我以前有一个男朋友生气就是这样，真的假的？揍爆鞋柜。那你站那，啊，为什么他那时候生气？因为我那时候跟他说要分手。我来模拟剧一下，我要分手。你在说什么？你不是要分手？你在说什么？你再说一次啊！你再说一次。我不要这样！我不要！我不要！我亲人了！不是演戏，这叫专业。我吓到了。哎，他在演你自己吧，是会痛。他打到那时候手都流血，因为他那时候没有戴手套。是假的？那我跟你说，你要先拿手套给他。欸，你看我的手都红了，对啊，破皮了。哎，天哪！他用踹的嘞，你踹啊，给你踹，你踹看看。好，踹看。哦，好。啊！不过去，快有快破了，快破了。哦，最后一层太硬了。我去对面看。真的假的？哎，真的哎，有机会。哎，再来。哎，要破了！快快再来！冷小空气直接喷出来，超爽啊！哎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可以的哎，整个爆开了。现在要把它拆掉，是不是？哦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，发泄一下，想一下两年前的愤怒，还很酥呀。两年前的愤怒，把它发泄出来。细呀，知道吗？谁有？哦，哦，哎有哎，大力吗？我要敲喽。好，来，一二敲。爽的，爽哎！看，勾回来了，哇！各位女孩子看到了吗？看看这个男的，不要跟常人交往。哎哎，这里怎么那么残破不堪啊？给大家看一下，哇哇哇，喷哎！好像在看什么电影？在看什么恐怖片？对啊，好像在看什么恐怖片？哇哇哇！哇！安全！不要过来！跟各位男生说，身为一个贴心的绅士，我们就是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女生。Okay. 对，啊，你说你曾经有个男朋友，就是也是砸玻璃，砸玻璃是不是？让你回砸一次好不好？好，好，一二三。哦。
再丢一次，再丢一次。二三。哦，好爽哦！而且丢玻璃很轻松。要不要丢一下？这边好可以。也可以耶，换再换。哇！哎，这声音比较屌哎，好爽哦，很爽哎，这好爽哦，而且你丢好准哦，冷气可以砸是不是？干他妈受不了，他妈的不给我开冷气是不是？哇！天哪！很棒啊！哦，好爽哦！哎，电风扇，电风扇，电风扇。哦，电风扇一下。OK， 那刚那个房子已经被我们玩坏了，所以我们换了一个新的房子。哦，知道如果哪天小熊在洗澡，又会很方便。很变态啊！你在钻的时候，我就会听到了。是聋了还是听不到？我房间在安。这里有机会，对不对？来了，我要敲这边哦，外面这里。来喽，三、二、一。敲！啊！怎么用敲的比较快啊？Let's go.
跳超多的哎、欸！不要割到脚，你要把马桶给拆。马桶可以耶，会不会打死都喷出来啊？来啊，三、二、欸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啊，没事。哦，刚刚喷诶，说了吧，先看你尿尿。好，我们那就一人丢一张椅子好了，我蛮好奇这丢会发生什么事。来哦，我先哦，我直接丢铁架哦。哎，怎么会这样？那你丢那边好了。会直接垮下来，我觉得会，要不要打一下？打一下就好。不会断？什么？眼镜断了。来来来来来，我觉得应该会哦，有机会哦。哦，哎，要垮了，快过来，扶一人一下，看谁垮下来。哎，你要找到我，在你后面哦。好，再换你。蛮爽的，先说我觉得蛮舒压的，因为你平常真的不会有这样的机会。那我觉得最爽的点是我们做了很多，你是从电影看过，或是电视里看过，或是可能爆破的，对，超像的。对，他应该也帮你回顾了很多以前的恐怖的事情，让你换了一个角色。因为毕竟我觉得熊熊很 M， 让我们看到陈辉的真实的一面，真实的一面。平常压力太大了，所以都对女朋友这样。然后原本熊熊会怕受伤，反而说不要，我拿棒球棍就好了。结果越换越大只，越换越大只。好啦，我觉得这次的拆房子让我觉得很热，但我觉得它是一个好玩的。因为我觉得它除了舒压外，是你打会有莫名的爽感吧。我记得外面好像之前也有那个什么舒压屋，对，付一个钱，然后里面很多家具什么可以。它的那个比较小间，对，它那个很小间，对，我们今天打了三间呢，打厕所、打墙壁、打铁架，真的。那我是熊熊左一彤，没错，又到我们拜师学艺的时间。那看到我们这一身打扮，先欢迎一下我的好朋友、黄小爱跟艾雨珊。不要叫小爱，我今天是 Echo。哦，艾可小姐。好吧，我们今天呢穿着打扮就是像华灯初上一样，我们真的实际来到了日式酒店。对，台风这边。对，那我们因为拜师学艺，就是你要去学一项技能。我们今天呢，先欢迎一下我们的一只妈妈。欢迎一只妈妈。欢迎。耶，好正哦。其实我的艺名不是一只，我艺名是 Lina， 就是叫到我名字就要喝 Lina。啊，如果不喝怎么办？不喝我就打他，没有。我跟你讲，日式酒店还需要一个少爷。华灯初上的那个少爷叫什么名字？小何。没错，我们欢迎我们的小何。你拍华灯初上的时候，你们有大概花多久的时间去学习这个少爷的部分？有去了一两天。因为我们这个拜师学艺的单元，就是我今天要学会一项技能。日式酒店的小姐是我可以一天之内学会，其实服务客人可以，其实可以的，因为都是一些蛮简单跟基本的东西，基本上没有技巧，对不对？不太。那你面试的标准是什么？你们都可以来上班，我们都可以吗？我也可以。没有，我有自己的族群哦，小心。对对对，有些人不爱你们，爱我哎。不是，我是说他这么淫荡可以吗？这是酒店，不是像你们想象的那样子哦。没有淫荡。那我走错地方了。是真的不能够摸，不能摸客人了。牵手可以吗？如果他长得帅，可以啦。那少爷是不是要负责挡？我们去上课的时候，他们就有教。他说那个小姐，他们就会先教说要怎么样塞，要怎么样子去塞。对，所以我们基本上不会出面的。因为少爷比较容易被打，因为男生。干嘛打人的？
芝妈妈之前有讲过，她说妈妈的地位是很崇高的，所以日式酒店是妈妈小姐在少爷。对啊，天哪！那华灯初上播完之后，你有觉得日式酒店有整个被复兴起来了？有更好吗？我觉得蛮不错，而且他们真的是帮我们有解释到，我们真的是没有色情，很单纯。哦、对，但是当小姐没那么简单吧？毕竟你要面对各式各样的客人，你知道这个客人个性怎样，他会不会丢什么难题给你，所以你都要可以应对。哦、好 ，OK， 那我们话不多说，马上来学习 ，Go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是要来开始学习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要忙上场了。因为他们今天是有营业的。好，接下来你要请的是你们店的红毯吗？对，我们的神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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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斯卡奖，欢迎阿斯卡奖。请问我们如果今天要当小姐的话，我们要学习什么？你会欺负我们吗？你们会打我们吗？没有学姐学妹制吗？高跟鞋会放图钉的。那你们真的会抢客了吗？看人，就是你如果教会我们，结果我们的生意比你好怎么办？他会觉得很轻松啊。一开始的话是先递毛巾给客人，啊要怎么折？随便吗？就卷的吗？就是这样卷，可以折爱心吗？这样、啊、需要鞠躬吗？要这样吗？要这样？这样很好。这样的话就变擦口水。因为一般人家可能会放在腿上，可是我觉得那样有点不卫生，所以我都会拿起来朝内，然后再折一半，再折一半。哦，它可以这样子吗？他可以拿这个擦桌面吗？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这个就是白给客人擦手。对，那再来还要学什么？调酒要学。要调酒，第一个要朝的，对 ，logo 要朝，又没有为什么客人要看是不是？是要让他确定说你今天开的是这瓶酒。所以如果你是开这瓶的话，你要让他看 ，mango。好，来怎么调？他这边要朝上。那酒要倒到几分满呢？不能倒太多，为什么？因为客人会觉得你是不是在消我的酒？哦，所以我们只能一半再多一点点。好，接下来呢？就是拿杯子，然后加冰块，然后再加酒。那冰块有限制数量吗？就大概八分，七八分，然后加到满。对，八分满。哦，然后再拿杯垫，怎么递给客人就放好了。不能直接放在桌上吗？应该有杯垫，因为它会有水渍，所以还是有杯垫比较好。放一段时间，因为有冰，它有水渍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拿擦杯布帮它擦杯子。从头到尾，你拿它杯子加酒什么，你都不可以碰到口。我们让那个小豪当客人，小豪来来来，先自我介绍。はじめまして。はじめまして。阿斯卡と申します。阿斯卡多摩西马斯，什么意思？那什么意思？我叫阿斯卡。我但是我爱口得死，然后就口死。然后呢？然后就尤罗西古兰西马斯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请多多指教。学完了，我们这样就可以上班了。可以了，就基本上可以。对，通常聊什么最好聊？如果要真的要最好聊，其实真的是跟客人聊情色。对，我最会了，每个人都喜欢。游走在边缘，不能太直接，是不是？那循序看客人的反应，如果他真的，你说看哪里的反应，脸还是下面？坐姿的话，一定是只能坐这边三分之一，为什么不能贴着？啊，一贴不要坐了，不能让。客人觉得我们很懒惰啊，这样子。哦，但贴在他身上可以。可以。好，那我们就学的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差不多，基本上就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就去实地演练喽。好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已经学完了该学的一些技能，然后就是妈妈又找了一桌他们的客人，就是真的客人哦。那我们就要准备来服务了。那通常是会有妈妈，就是对，我来帮他们排位置，因为妈妈基本上是跟客人最熟的，她比较知道客人的习性。对，那妈妈就由你帮我们排位置。好，怎么办？好慌乱，要讲什么？我忘记了。细胞领域，哎，讲什么？看一下哦。哎，这边，靠分呐 ，sorry， 第一天嘛，逼了，大家都倒完多少杯子之后，我们就会一起跟客人说，我是干什么？钱吗？不会，如果他没有生气，不会，你把手放在他腿上就可以了。我这两个手上。对，他说不会生气，不会生气。我们拉萨。还在换位置，要 change。彼のタイプです。哦，他说你是日菜，你已经捕获一个人的心了。真的耶，吸引了。对，这样很弱，我不行，我不能输，这样。我先动一下，然后再给你。不行，这样我要出绝招了。我们拿手，来，我们帮他拿出来。你几岁？29岁，34岁 ，OK。内场 OK， 内场 OK， 内场。大家好，又在看内内。
所以通常客人都会这样，是不是？就是他们比较顽皮啊，还是就可以跟玩得起的就可以这样。对，玩得起就可以，哦、因为像他刚是顽皮，等一下就可以用顽皮的招数对他。来、哦，上，啊，这开始。这样吗？喜欢吗？是给，是给。他只是说不要不要而已。他的意思是说要，他想要就是要，因为他刚说就是不喜欢的时候，然后默默把脚打开了。哦、I can go out、哦。没有错。可是如果你们有拉布拉布的话，可以拉布拉布，就是有谈恋爱的感觉了。你坐哪里？我。哦。小嘴喝醉是扣分。11点前不能醉，11:01就可以醉了。对，我已经醉了怎么办？你已经醉了。太美了。醉了，我带你回家休息。不行了，今天调的这个酒好了吗？好好喝，真的假的？谢谢。100分。那我们就一緒に行きください。一緒に行きください。来，要跟我干。对。好，那我们要请他帮我们评分。那从第一个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玉雅。玉雅，你觉得谁比较棒？谁是第一名？一票。OK， 我们现在就是第二桌，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服务客人喽。对，现学现卖哦，对对对，是啊，我喜欢这样啊，不要这样。客人不要这样，你等下会被我打哦。秋香，你被欺负了吗？对，我被欺负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太近了，太近了。谢谢，谢谢。李查恩会玩游戏，他说他是新加坡全台湾 number one。你的中文好好哦、喔。我从小时候来玩一个新加坡全。新加坡全。对对。哎、欸，我刚是看错了。好，那再一次，那不算。OK， 下来，来来。你很过分耶！女生有什么好骄傲的？小卷，给你评分。我们三个，你觉得？不，你会想要谁？不看外貌，看内涵。你觉得谁？你就离开吗？嗯。老婆再看吗？他说：我想离开。我送你离开。我一定是喜欢。真的假的？留下来的。所以你喜欢抖 M？ 不是抖 M， 没有，是有娱乐效果，娱乐效果，欢乐值。所以你意思就是说，你觉得我们很无聊？不。刚刚那些都是乱选的，一只妈妈其实是最重要的。你觉得谁的 social 能力最好？你们店现在缺一个小姐，你觉得谁？我觉得你。哦，只是看胸部的妈妈桑。因为她活泼，她可以第一时间可以赶快先吸引客人注意，然后她第一时间可以把气氛给炒起来。其实我刚刚这样坐下去的时候啊，就是因为就是毕竟是不认识的人，对，还是会有点紧张。而且我们刚刚这一度不知道聊什么，就真的佩服阿斯卡很强哎、欸，因为刚刚还没开拍的时候，阿斯卡就已经负责在 social 了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就是妈妈，我们这个算成功了，我的拜师学艺算成功了，我可以来上班了。可以可以，谢谢，我可以当小姐喽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还有小铃铛。或者是来 Venus 找省省哦。对，我会来上班哦。库马奖，拜拜。比我们还会折哎、欸，你就会翘起来。你真的都折头大身体小，你是不是就长不是啊？这头大身体小啊，头大身体小啊，哇塞，那个头大，那个头太大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熊卓一彤，欢迎一下我的好朋友们，胡佳颖、杨颖诗、邱慧文。身上各自穿搭的我联名的压力裤，来大家展现一下腿长的部分，这是我们刚刚老师教的N字闲聊。OK， 这样子穿的话腿比较长，超级好不好？等一下，还好吗？好痛，等一下。因为我们今天都有各自的就是压力裤的穿搭，对，那刚刚就先由腿抽筋的这位林真来介绍一下，你今天的压力裤的穿搭风格是怎么样？还用看吗？我这就真心真意风啊！我这种穿搭去哪里都 OK 的。她是纽约女孩，对，我是纽约女孩。我刚刚才去钓鱼回来，你看这种穿搭多适合吗 ？OK， 真心真意，自然欧美，自然简约欧美风。好丑，最不简单的那个田雨希，
来，你们不要动心。我今天走的就是犀利漂亮风，这个不用勉强，不用勉强。男生听到犀利这两字会有点兴奋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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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而且这个毛毛的发带还是俄罗斯回来的，俄罗斯，所以你这个风格，就我觉得你这样很适合去穿高档餐厅吃。对啊，就是我就运动啊，然后去哪都可以啊，去夜店也可以，也可以。所以天宇系的就是比较奢华，奢华的犀利漂亮姐姐风。对，那我呢？我其实就是穿的很像我自己平常的风格，就熊熊风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个子比较矮，所以呢，我的上半身一定会选那种短版。嗯，最近天气温度不是很热嘛，你可以穿一个短袖。对，你热的时候可以脱掉，冷的时候你可以穿起来。对，穿起来。那像我这样子也是去哪里都可以，可能钓鱼也 OK 啦。夜店啊，对，夜店想要拉一下，就直接把里面这件直接有那种脱掉。哦。然后如果去高档餐厅也可以，会换个高跟鞋。黑色高跟鞋、哦、也可以啊，所以我这也是百搭款，就是熊熊风格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什么风格呢？我今天就是走 office lady、okay。你看是不是很多上班族？一般呢，我们上班的时候就这样，下班呢就到海德公园脱下来，然后呢立刻去慢跑。哦，所以你是英国风哦？对，他是英国，我是台湾、俄罗斯跟纽约。好好，那就是大家各自穿搭都介绍完了，真的很吵。我们其实我们今天是为什么穿压力裤，是因为我们等一下是要来上，会很有压力。我们今天要来上一个课，很特别，叫做空中舞绸。空中瑜伽大家可能有听过，但是舞绸我也是第一次听到。对，但是因为我前阵子看到那个舞绸的影片，我就觉得很漂亮，所以我就邀请我的好朋友一起来参加。那我们先邀请我们那个专业的舞绸老师。哎呦，厉害哦！我们先欢迎一下我们的芭比老师。芭比老师，芭比老师。空中瑜伽跟空中舞绸，我们都是利用这个挂布来做一些动作的。对。然后，但是空中舞绸唯一跟空中瑜伽的差别，空中舞绸是用空中瑜伽的基础去做的，然后空中舞绸是单调点，所以你看到其实它会旋转。所以你老师，如果怕晕的人怎么办？就不要喝太多那些奶类，或是吃太饱，太饱，会怕你 会吐奶。我们只有他有上过空中舞绸两堂课、嗯，那我们三个都是没有上过。但是我们这个系列是拜师学艺，所以我们今天起码要学一个有模有样的舞绸。我尽力，我建议其实要上过我的一堂空中瑜伽的课，知道一些基础啊、挂布的原理啊，然后就会比较容易。感觉今天的拜师学艺好像没有那么简单哦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准备一下，然后准备上课喽，好不好？迅感，迅感。我们等一下把左边腿勾进去，膝窝勾住。我们这边手慢慢滑下来，然后我们用膝盖，这边有一个洞，对不对？膝盖帮我转一下，扭转你的屁股进去。等一下把它挂布。刚刚你有没有记得我们暖身的时候做的动作？好，慢慢再。从洞里出来，再推 ，OK， 很好，膝盖进去这边，漂亮，进去，对，这个动作就是要顺，哇，田雨希可以，好顺哦，这个手没有要抓好这边，啊，对，好难、哦，这已经很难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换动作比较简单一点的，我放弃，要给他，好，还没开始，很好，腿刚刚从哪边进去哪边出来。对，出来，对，我再往旁边推，好强哦！对，到了，差不多到了，很好，下来，很好，打直你的腿，放前面点着，很好，吸腿上来，然后腿慢慢收回来之后往后转，所以是后弯，有上脚帮我往上勾，对，好强哦！对，哎，我们三个只有天宇希做的是漂亮的，你这个挂布啊，一直一直滑到滑到卡美眉就比较。哎，这次真的考到G点了。右脚往前点，很好，膝腿到胸口，手要一直打直，腿要出来，有要转，转腰，好，转回来，转回来，就刚刚怎么回来？有了，有了，你做到了耶！然后我的右手推一下步，可以这边摆个手，好美。然后摆完一个手之后，放在这个挂布上之后。我这个要摆一个 pose， 头痛，头痛，头痛，我真的，我真的认真头痛，头痛了。
样？什么叫就这样？我们可不可以做最后一个动作转？可以啊，可以，应该可以。你要从头还是只做刚刚的？好，就腿往前点。好，先往右边转半圈就好。拉起来，身体转进去，躺在挂布上，躺在挂布上，退步，赶快推出下来了。对，就慢下来了，很好。右手可以偷偷抓住那个挂布的边边哦。现在右手很好，左手放下。好，左腿可以弯一下，漂亮一点。手放在脸旁边，换你了。哎，这个腿要进去，没进去哦。有，好，转进去，身体很好，卡好哦。我来帮你转一圈哦。脚背一下，左脚的脚压一下，左脚。我发现好像有一点左右没有很难分。我要吐了，不行。好，左边肩膀出来。啊，左边在哪里？已经好一点。辛苦了。哇，好，结束了，是不是？就这样。老师已经放弃了。我没有放弃你，只是我没有放弃你，很累，是不是？没错。好的 ，OK， 我们今天的这个拜师学艺五筹呢？对，老师，你觉得我这样算成功吗？应该是失败啊。也有算成功的，因为你动作都有做到，有做到。但是就是因为可能第一次碰挂布又旋转，所以可能会左右有点不分。老师讲的没错，就是一定要有上过空中瑜伽再做。他们两个虽然没有上过五筹，但他们都有上空中瑜伽。然后田雨希是因为他已经上过两堂五筹，对。那我是空中瑜伽已经是 N 年前的事情，而且我完全已经忘记我那时候在干嘛，我只记得我上完之后就下课，然后我买了那个好像3万多块，完全没去。你要不要在这边买啊？我吓到了，我吓到了。我今天没有吓到你吧？有，我自己吓到，我自己吓到自己。那我今天这样子算是我自己个人是觉得不成功，但是很谢谢芭比老师就带我们一起学习这个五筹。点击你的据点，订阅起来哦。